袍上的颜色跟职称有关。台湾法庭上身穿香绿边法袍的是公证人还是公社辩护人？你们后来都分清楚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戏里面有蓝边的是什么？蓝边的法官呢？蓝边是法官。哦，对对对，坐在那个上面的法官。那检察官是什么色？检察官。检察官是？你这部戏是多久以前拍的？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